晚安，现在是晚上9点，爸爸准备要离家出走了，我要去丢下辛苦的妈妈。诶，娜娜起来了，嗨，你起来了，他知道他饭点到了，在等我了。你在等饭了，对不对？刚起床，小宝贝，爸爸要出门喽，你要第一次跟我分开这么久，你会想我吗？不想理你，你会不会想我？我要去5天哦，三四五六日，5天，可以吗？你要乖乖的哦，好不好？你留那十不五要分乱钟咬。好了。好啦，有没有看爸爸染了一个新的头发的颜色？现在在家里面看起来有点太金了，但是我染，因为我明天要去拍星宇的《洛杉矶首航》，因祸得福啊！原本想说啊，太贵了，应该拍这个会有人看吗？会不会美猴？但是现在发现，哎，有时候真的拍片的时候都想太多，就是还是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就是自己去拍吧。因为现在回去看有些影片啊，真的，其实一开始会讲说啊，会不会有人看？我发然给后可是你你现在懂回去看的时候，发吗？现哎，其实真的还是蛮多人关心的，所以不决定要，还是去拍给大家看了。一个就好了。那这次呢，我会去很快，就是拍完就回来，大概只去5天。那真正在那边也只有4天，因为飞就飞掉2天了。你不是跟娜娜说很久才会回五来？天呢、啊？那、啊、你们要乖乖的哦，跟爸爸再见哦。妈妈要一打三呢，一次一打三。那你要拍一支吗？我每天都一打三。你跟那个 Cody 的蛮多人看的。好了，我考虑一下。那留一支 GoPro 给你啊、好，你留一支给我。好吧，这个。留一支 GoPro，那还有电你池。指挥口，我要冰起来，然后睡觉喽。你要不要来整理行李？你要不要帮我整理行李？不要，我要帮你带狗狗的玩具。啊，带狗狗玩具，我才要去买回来的，还带去干嘛？那你帮我先把这拿起来，这个好多，这帮是。你带这个好不好？不要，我再去买一个，这个好好用，希望看得到。但我这次呢，它时间太短，我可能没有时间去找，我我可觉能就得有看到就买。会叫的娜娜比较喜欢。马上来。拜拜。为什么他今天是不是玩很累啊？他今天感觉比较温柔。他就是喜欢你，我爱笑。这次我想要带我的卡，带2箱或3箱。我想要带 OK 梦。带 OK 梦吗？你有没有要去？我要带网球。啊，你会想我吗？我想要带这我礼拜一才回来，礼拜一早想上要哦。带这个。礼拜一早上你们要来接机吗？早上6点。这是什么？直接拒绝有没你。有给我 surprise？ 不可你能。们一定是这么浪漫的人吧？不是。拿啦！爸爸要准备要出发了，明天早上就要去机场了。美国不能买你的饲料。我被他拉大了。哎呦哎呦，你后面有大便，小心！你后面有大便，他总是在那边大便。等下来擦一下。他总是在那边大便，还把他放……哇！我还踩到，让我踩到狗大便。哎、欸，你要把你带去吗？你会在那里把你带去吗？带下去。你先把那个放出去。妈咪，拜拜。拜。会超重哦、喔。可以。哎、欸，20公斤刚好哎。可以带23公斤，你好像可以。22，可是我120哎。120公分。行李那个、喔。妈妈，行李舱很冷哦、喔。人气很强哦，结冰哦。这是我们的新的行李箱，总算有了，这个超级现在超级红，然后很常会缺货的 LOGIO， 这个是日本的那个超有名的行李箱，前开式的。然后我们昨天去巴黎拍摄的时候，已经先体验一次了。哦，真的是蛮好推的，果然是难怪这么红，然后这么多人买，好推，然后又前开式又很好用，现在最流行的。把手跟下面的轮胎的品质都很好，然后里面的材质真的很有日系的风格，就是我觉得做工比较精细，是日本的质感，不是欧美风格的那种。
然后里面的袋式设计都是很贴心，然后品质很不错。快点，然后我们要说，没有，等一下，我再给你三秒，快点。啊？什么？哎，你有办法用吃的吗？嗯。九点。奶奶，然后要吃饭。来啦，不要激动。痛！看到食物了。你痛啊！我痛哎。那这次呢？爸爸的拍摄行程非常的满，而且觉得还要帮我买卡。买卡？觉得超级幸运的，可以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的行程。我要拜拜。哎。怎么待待？这次我总共会去四天，就是算台湾时间的话是五天，但是飞两天嘛。然后去的当下呢，因为我回去嘛，所以等于说会多一天的时间。然后第一天就是拍星宇的首航洛杉矶，然后下飞机之后呢，会去拍租车，然后跟我们这次住一个民宿，然后跟美琪太太他们一起，然后我们租了一个蛮漂亮的饭店，应该会拍给大家看。然后这次呢，我会带我妹妹一起去，就是她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去，她有没有去过美国，但是就我自己心里面啊，就是一直有一个。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就是长大那有一天的话，我希望可以开着跑车，载着妹妹出去玩。那没想到就是有机会就是实现，因为这是我自己一个人去，然后想哎，刚好是时候嘞，感觉是时候可以大家一起去走走。什么时候？就是明天。但是我也会去。你会去？你会偷偷跑去吗？先给我 surprise 吗？嗯哼。然后虽然不是坐的跑车啦，可是坐的更贵的100亿的飞机的感觉。然后还会去拍棒球，这次会去看大谷翔平。大谷是什么时候去洛杉矶的、啊？他好像去洛杉矶之后，我们就，哎，上次去洛杉矶因为只有一下下，所以啊，而且不是棒球季，就没有去过美国了。所以这次真的是要去朝圣现在最红最红的洛杉矶天使队，因为大谷翔平的关系，而且超级幸运的，没想到原本已经不抱期待，就是尽量平常心。没想到我可以看到大谷先发打者翔平打球，就这么巧，你知道他先发轮子是六轮一还是五轮一，就是六分之一还是五分之一的机会，结果真的有机会拍到，太好了。然后会带妹妹去洛杉矶迪士尼，然后跟新开的环球影城，然后孩子们有交代我，就是要把他们把他们的那个 band 哥哥你们的那个手表啊，你要给我带去啊。我不知道我的手表在哪。啊，在那里。你们要帮你们收集是不是？还是下次你们去的时候来自己收集？没，你帮我收集。啊，帮你收集这样有趣吗？有啊。有吗？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记录是不是？好吧。我的嘞。然后呢，回程呢也是太幸运了。我觉得这趟旅程真的，自从日币你知道吗？因祸得福之后，一切都顺畅起来。这个拍摄行程，现在其实真的很简单，就是。只要可以拍到好东西，就是觉得很开心，就一个小确幸这样子。然后这次呢，因为我们最近办了那个星宇的玉山联名卡，然后就有累积一些里程，结果刚好这次就马上派上用场了。我回程的时候原本是想要拍好几场，然后我看到我的那个账户里面，有50,000嘞，然后就可以换，就是从好几张升等到商务舱，代表呢，我这次回程的时候虽然很累很累很累，但是我有机会可以拍到。星宇航空有门隔开来的那个，大家都说跟头等舱没有差多少的商务舱。上次我们已经去旅展，有先帮大家体验到一次，妈妈有坐，哇，可以去真正坐到长途航线，我真的第一次。然后又坐星宇全新的飞机，又有门，好爽。但你会休息吗？但我没时间，虽然是。真的很累，因为我那天最后一天的行程是早上起来就去环球影城，然后我是那天凌晨12点的飞机，然后再加上前几天我应该没办法调时差，所以我可能4天都没什么办法睡。但想到可以拍到这么好的影片，就觉得很开心了。没关系，我就辛苦一下，然后回来马上弟弟要去用牙齿，所以然后马上要去拍，一下飞机呢要直奔牙医。这大概就是我这几天很忙碌很充实的行程。艾恩基诺比较。你有啊这个你要不要带去？这样我就不用买东西啊，我就去就有装备了，酷吧？你可以带那个路易吉的头去啊。在哪里？帮我准备，我等一下准备，我来整理行李。
来带一些微博的东西，准备出发了。大家期待一下，我会应该会持续更新生活频道，然后主频道的话也会在第一时间尽量快拍快剪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来，被逮捕了。这样就好了。好啦，打就是那样。那就这样喽。还有你的东西，来。请诺比奥带着儿子的任务，我要出发去美国帮他收集。请诺比奥 ，B B。啊？好了，拜拜。我想要 B B。下次再带你去要不要 ？America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下次我们再收集到一些里程，搞不好可以全家都升。看是要做这样子，因为这次因为现在新宇的飞机票也现在美国机票不便宜，所以。用里程换真的还蛮赚的，那个一里都可以换到大概1块钱，因为你像华航、长荣啊，你如果是用卖现金的话，你可以发挥到价值大概0.4，可是现在你如果要换的话，有机会可以直接超过1块。好了，拜拜。